国王十字区是伦敦规模最大、最成功的重建项目之一。新的街道、广场、公园、住宅、商店、办公室、画廊、酒吧、餐馆和学校。著名的 King's Cross and Pancras 车站内汇集了十条火车地铁线路，贯通了整个伦敦、英国乃至欧洲。此外，众多国际知名科技创意公司也都选址在国王十字区。PIS 音乐、Louis Vuitton、亚马逊、Facebook、环球唱片、Google 等。区域已经被改造成为了高端时尚和前卫创意的聚集地。位置、连接、运河、遗产和文化，繁荣的商业和强烈的社区意识，所有东西都在国王十字区汇集，使其独一无二，跳脱出时代。鹅卵石街道和传奇拱门汇集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独立精品店，广场的喷泉、迷人的运河步道、光、影和水在这个空间融合，营造出一个宁静而波澜的世界。国王十字似乎有一种独特的魅力，在汹涌的人潮中不卑不亢。如今的国王十字在回归了其本真后，融入了摩登时髦以及质朴。它以其开放的胸襟诉说着开发者和艺术家灵感和创造，也不禁让我们驻足停留，欣赏感知这片区域带来的恬静和美好。